哎，这位朋友也是黑马，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会走得这么远啊！掌声欢迎杨波。我没想到能走到这么久，因为这个风格在国外比较成熟，但从事的人也不多，国内讲这个东西的人更少。当时我有一次在山羊讲完，周老板还跟我说，哎，没想到你变化这么大，然后你要坚持下去，你一直这么讲会有自己的受众。有一天我在逛迪士尼，老板朝我迎面走过来，什么病要来迪士尼治疗啊？公主病。我觉得他那个节奏感真的很有意思，他说完之后大家就会等他要说什么，然后他就会说一特缺的，然后特别傻，然后特别无聊的一个东西，大家也会觉得特别好笑。再加上他的表演，我觉得更加自如了，在台上再拆个口罩很自由的来走，甚至都有点大师的感觉。所以当他把他的这种编剧能力找到了一种 one liner 的方式淋漓尽致展现出来之后，再加上他在台上又找到了自己的独特的那种状态，无敌了呀。杨波，杨波是这一季的黑马，总决赛舞台上希望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特别的风格。既然已经走到半决赛了，我还是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能够把这个风格在这节目里立住。掌声欢迎杨波。哎，我很喜欢他，真的好棒啊，还不错。哎，还挺管用啊。Hello， 我最近压力太大了，我去找导演说我要退赛，他说不用，我安排你淘汰。我大学专业是水产养殖，现在讲脱口秀，我一直没告诉我家里这个事情，直到前几天我妹妹偷着带我爸妈来看我演出，他们才知道我学的水产养殖。因为我是被调剂的，我全家一直以为我学的是计算机，所以亲戚们电脑坏了都问我什么情况，我说可能是缺氧吧。我大学很喜欢一个女孩，追女孩要动脑子。有一次她跟我说，你知道吗，已经3年没人陪我过生日。我灵机一动，你生日是2月29号。我为了追她去学弹吉他，表白当天发现自己不会唱歌，于是让我室友帮我唱，他唱得很好，女孩都答应了他，甚至不知道是我在表白，还对我室友说下次清唱吧。去年我妈给我安排一场相亲，我对女生说我是脱口秀演员，他说那你能送我几张票吗？我说好。你也喜欢脱口秀吗？他说不，我是黄牛。最后我俩没在一起，但会经常联系。上个月回老家，我奶奶告诉我一个噩耗，说我们镇上出现了一所凶宅，人进去就出不来了。我壮着胆子去了，密室逃脱，我也没出来。我爷爷知道后还去救我，门票太贵回家了。我奶奶很没文化，我来上海，她问我，上海是江苏省还是浙江省啊？我说都不是，上海跟北京一样。她说啊，是咱河北省啊。
我给他们家装了空调，但他俩不会用，夏天开着制热还不会关，于是他俩拿了个风扇进来对着空调吹，以为能降温，热得很均匀。最后他俩在院子里睡的，因为外机吹的是冷风。需要一定物理知识储备啊。我们继续。前两天我朋友过生日，买蛋糕没买蜡烛，插了20根烟，许愿要戒烟成功，怎么都吹不灭。我到一所城市会逛它最好的大学，之前我去北京，在清华和北大之间选择了北大，因为我从小就听说北大有很多保安自学考上了北大，而清华没有，所以我断定北大安保比较薄弱，还是被抓到了。他说你为什么闯进来，我说你为什么没学习。最后我想说，其实这个节目带给我很多。我前几天，我以前很喜欢的一个女孩通过微博找到了我，对，说她要结婚了。她老公非常希望我去当伴郎，说唱歌求婚需要伴奏。其实上个月我们大学同学聚会了，但是我没去，因为很失望了。去年有个人上来就各种借钱，所以今年他们没叫我。讲完了，谢谢你们。OK。二一，请锁票。你自己感觉如何啊？今天我自己感觉今天不太好，从结果也能看出来是吧？因为之前确实太好了，你已经把我们的预期调得有点高了。是的，因为他这个风格，他一句话得有一个包袱，所以他对于这个本子这个就得特别特别强，这满足的时候就会特别炸，但是呢预期会提高，但是最后我们拍我觉得还是要鼓励。对，我觉得给予这个风格一定要鼓励的。我在看他的那个之前的表演，每一句我都笑，对，而且是哈哈大笑。对，然后你每次觉得他很认真的在讲，后面都在胡说八道，你知道吗？但是真的很好笑。你总结得很好，这他的风格就是这样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比如说你自己写这个东西，你就是上一句和下一句之间你要试很多种吗？就是要，因为这东西淘汰率很高。杨波很厉害了，杨波这个 one-liner 他试的时候他是这么试的，他在线下演啊，如果这个转折有演员能猜到，他就会把这段子删掉，对对对对，他就要保证都猜不到，他才会拿到舞台上来讲。他要把他的那个就是段子攒到就是有一个长的演出，就很猛的，一个多小时的那个就做一个专场就太猛了，就真的吗？哎，要一个小时得说1000多个笑话最起码，对不对？不用不用，这就是他为什么说的这么慢的原因，就是很省段子，省段子是。淘汰赛的时候，那个每一个段子都是爆的。对，大家期待就调高了，没事，早晚都要经历这一天的。对，我已经想到这一天了。杨波获得了4票，领校园开灯。谢谢谢谢谢谢。进入等待区。杨波他这种形式真的是需要不停地给观众制造意外，不光是段子上的意外，而且是要让观众觉得，哎，他的效果，他出梗的方式也让我想不到啊。他要做的就是超越自己，这个太难了，超越自己。